哎呦，看到亮晶晶的，哦，沙金哦，啊，那有有没有出来哈？哇，很多哎，亮晶晶的，黄金黄色黄橙的那光线呢，是的，真嘛是哦。几年前，我们在黄金山城金瓜石，跟随一位淘金达人采金炼金。今年重逢，达人已经从古稀之龄跨入八十高寿，没想到身体更健朗，看起来又年轻了几岁。麦哥从阿伯阿姐叫到大哥，称谓全乱了套。淘金达人的养生之道就在家乡蜿蜒山区的几条旧道，就在他乐于接触新事物，时时关心故乡，积极地为故乡做点什么。而我们在金瓜石也找到养生之道，一个细思慢想，以缓慢生活为宗旨的饮食素薄之地。在夏至酷暑的长日，踏访金瓜石悠悠古道，遁入情调徐缓的民宿，有如置身清凉世界。走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往东行，过八斗子深澳，左侧是一望无际的辽阔海洋，右侧多数是陡峭的石壁，每转过一个弯澳，就会出现一片不同的风景。其中一个大弯澳连海水都分阴阳两色，这时候右边山坡上出现一条蜿蜒陡上的山道，这是北34号道路，以法夹湾13层矿业遗址和黄金瀑布知名。MIT 台湾志来过几次，当年的矿业遗址，地面地下错综复杂的坑道管线，都让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说来奇妙，再怎么精彩的人文史迹，都挡不住这里耀眼的闪闪金光。尤其我们介绍过一位手工采金炼金的淘金达人，国内外不少双眼闪着钱字符号的朝圣者，就专程来这里拜师学艺，顺道试试手气。多年来未闻有人淘金致富，拜师者仍然络绎于途。今天我们同样要拜访淘金达人，却不是为了淘金。出门了，阿美终于走了。阿美来到台湾哦，在这里流连了将近两个礼拜啊，超过10天了。所以整个台湾几乎都是阴阴绵绵的，非常的湿啊。下了很多雨，而且各地都有一些灾情啊。那阿梅虽然走了，但是台湾许多地方因为路况啊比较不稳定，高山很多地方都封山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没有办法往高山走。不过台湾是一个好地方啊，除了有高山，还有中海拔的山岳，还有很多的浅山丘陵哦，就像金瓜石，一边是海，一面背山，非常棒的地方啊！没有办法去高山，来浅山金瓜石享受这里有味道的山城聚落，要多来几趟才能记录完啊！最记得上次来到金瓜石哦，跟一位淘金达人陈大哥哦，他淘金的技术很好，而且听说开完淘金以后啊，很多人都来找他体验这个淘金啊。在台湾大家很久都没看到可爱的阳光啊，终于梅雨走了，再来就是进入到夏天了。那今天刚好是夏至啊，一年之中阳光几乎直射北回归线啊，可以说是北半球白天最长的一天啊。那夏天万物开始进入大发生这个时候了。那这一趟来到金瓜石哦，不一定要淘金，请这个陈大哥带我们到金瓜石享受在地的浪漫生活。阿姐你好。我先生说：“哇，那过了年啊，你啊，哦，过了年啊，对啊，70啊，80啊，快过年。”陈大哥，你今年讲80几啊？83岁啊！哦，陈大哥真的没什么变啊，身体一样的硬朗哦，直挺挺。看，83岁都还没什么驼背、翘骨安尼吼。好啊，你平常时拢安那运动啊？爬山。哦。我若在时啊，爬高山拢有去爬。你讲早上去爬长虹山哦，4点外，嗯，去啊7点就到厝。哦，啊，这空气真好个，嗯，啊，迄边哦，这里南风、北风吹来，啊，这空气哦，
不是啦，哦，对，很爽快呢。真的。整了几箱。哦，够打坐坐禅了呢，哈、哦。所以身心都很健康啊。这家伙，他四边拢看得到，嗯，他心情也看。哦，心情比较个开朗了呢。对啊，听这个前辈这样讲哦，就是生活要规律啊。四点外就开始爬山，四点多就去爬茶壶山嘞、欸啊，回来七点多。人起来吼、哦，哎、欸，较忝我就无去啊嘞。哦，啊那较闲我拢有去。啊，你讲你最近嘛，搁有咧掏金嘛？有，拢有来预约啊。啊，搁有掏到比较大的金子。有啊，哎、欸，你看我家己做的呢，你顶年你拢无来。金色只家己做过，家己提炼出来的。哦，对，你家己掏钱，家己人呢，有做出来哦。对啊，金色只真的呢，为的为认真的。哦，那个喂，那他那应该过来掏金子。这个哦，经过就怕手指的人哦，无超过两个以上的啦。哦。两最高是两个以上啦，其他不要。嗯。啊，较早是拢金仔提拢做做做提提去卖。嗯、啊，无想讲咱在地今仔下愈来愈无哦，讲也无啥物话，啊，咱个老家啊，在地今仔搁在地老矿工做出来，哦，这味道很好诶。哦，我家里大小拢有啊、哦，大小都有，拢自己做给他。陈大哥不只会掏金，他会自己炼金诶，炼金炼。这炼金的技术，这个哦不容易呢，哎，这很难，这专门技术。啊，搁做诶手艺搁较难。但咱无无去学加工的吼，安尼吼，无去学迄咱这去老去做手指的，啊，咱家己花多做，安尼吼，安尼个，哦，今仔看到陈大哥的这金戒指吼，想改变一下行程，应该直接去掏金了。那个，我先出站了，先出各个人来来。不要紧，我那这两天有时间吼，我过来试一下运气，安尼吼，我刚刚掏一下打个金子，金戒指回家这样子。我觉得你不错哦。在地黄金很少啊，好安尼吼，哦，金瓜石加历史景故嘛吼，啊，一个一些景点阁足多嘛吼。咱这个采矿已经有120年啊吼，较真嘞。哎，采矿的历史一定爱甲保留起来。嗯。啊，了是咱爱行墓啊。嗯。啊，墓啊铺嘛足多啊，过来爱行观光。嗯。因为咱这观光哦，无行咱政府咱。以前拢无法度生活，嗯，啊，这个观光了也是拢爱有教育，教育了也是你拢无体验也不好啊，嗯，你读一个白纸些也无这个体验，嗯，啊，我是专为这个石膏包家己安制作出来，哦，我16岁的时候。这个采矿的老板，陈大哥现在很强调文化，然后要教育啊。那因为在金瓜石这个地方，现在交通很方便，以台北来讲，一天来回其实很快啊。可是这一次要体验，就住在金瓜石啊，步调放慢一点点。啊，我今日就住家啦。哎呀，好啊，两间。哎，那陈大哥来四个人来行。哎，来来，啊，这山岸不大啊，就是这空气。吃了八道底哦，哇，足赚的，哈哈，还加盆龙的，哈哈，五花面春龙，哈哈，五花面春龙。你看看，自从和陈时成阿伯一起淘过金，一见面，麦哥还是忍不住想要下溪试试手气，就连称谓都从阿伯阿姐叫到陈大哥，越叫越亲热，差点忘记我们乃是肩负文化使命的工作团队。只能说黄金魅力凡人无法挡，你看他年过80，身体健朗不说，还总是笑口常开，脑子里转的从来不是老了做什么不行了，而是还有什么事想要试试，有什么事应该要去做。他得意地说，19岁做的西装现在还穿得下，几个女儿出嫁的戒指也都是他自己采金炼制打造的。这么有意思的人，就算不淘金也一定很有趣。这就是阿俊的老家。哦，阿俊的老家在这儿。哎，伊即马吼，伊已经厝吼，就是用做民宿用住。阿俊的家，他的老家啊，哦。哎，较早吼，咱咧是吼做防雨啊，防雨啊是放下来吼，伊内底较袂冻。哦。冻住就对。嗯嗯。哎，咱所有的南部啊、宜兰的来讲吼，嗯，咱经过就会大厝常用，啊，个地势上宽。拢哦，即叫做安山岭哦，做厝间啊，
我会去到即南部、甲宜兰咯，土脚厝里啦，土脚厝里捌看吼。啊，那水那来哦，规拢有去。对啊，啊，咱了拢，即款拢袂害哦。安山岩呢？安山岩咯，安山岩，拢笑死，笑死看。哎，笑死，即啊，高啊，即高笑死，笑死。做咱了吼，造型哦，啊，咱了是在地出材，热天啊，足凉的。冬尾天啊，足烧，夏凉冬暖。哎，咱了就是这款上产的。所以在九桃很坚固啊，就地取材啊，看过去那基隆山哦，东峰那边你看，整个基隆山就是一个大块的石头哈，就很坚硬的火山岩、火成岩啊，那就是安山岩哈。那就这九桃啊，除了恁有来做这围墙计划，够做啥？咱老迄样阵哦，可能较无发达啦，无即像个塑胶面板啦、阿铝面板啦，啊，即水管拢用个塑胶做。较早咱水管拢用迄款石头去砌，挖坑。哦。哦，挖坑内底放水。哦。啊，着面板嘛同款。嗯。面板哦，芳无法哩啦。嗯。啊，搭一夹啊，布纸嘞，平时就好水甲倒下开，哦，出去了。还莫无法，拢固定啊，都要洗面了，对。嗯。过去只个低座，咱是低的，嘛是用个矮。哦。过来整裤啊，整个咱整米整麻糍，伊嘛是用个啊，啊做龙条啊。哦。啊做狮子头啊，吼。成功之后做五花狮狮子头，嘛是用五花做。即摆拢食到，即摆拢用阿毛头去灌的。嗯。哦，迄做遐差足济啊。习惯来做够，有一个气氛，才有感觉讲作战。嗯。你做大只无啊？做只，你石头有啊？你若从咧做了，吊销总要三十磅以上，甲吊坏啊！拢经过石吼，都爱来做一条大金瓜石头吼，才有一个气氛出来。啊，你若，哎呀，做指标甲彩坑呀，迄就是金瓜石迄个。哦，就代表咱金杯酒。有讲拢无做啊？小石头是要安怎来？啊，上面出钱甲吊来，啊，上面去刻金杯形的。啊，刻是简单啦，啊，哎，那都刻起来，哦，作战的。我进来甲李总商量嘛，吊下我只音乐个，我来做。安尼吼，哦，那个做安尼吼。我来做，啊，去把它吊吊吊吊那个修，那个是那个。大条个，哇，从这这大条就真水啊！哈做几条个，做几条。我觉得跟陈大哥在一起真的蛮愉快的，在一起就感觉哇，精神很好，然后心情非常的轻松愉快啊！爱做安尼搞，对咱地方搞有意义啊！我想讲，我拢会讲。安尼好。对，陈大哥也非常有创意啊，他很多的 idea 哦，83岁的创意无限啊，哦，一流一流的金姐，陈大哥可以说是金瓜石的宝，他真的对这边的历史啊、生活真的太了解了，来到这边就可以充分认识金瓜石的过去到现在。金龟石刚才过去足艰苦。金瓜石是黄金山城，但多数人采矿辛劳，日子过得清苦。金矿停采之后更是萧条。我们的老朋友阿正是金瓜石年轻一辈，没赶上黄金时期，同龄亲友几乎全数外移，他却在外头转了一圈，决定回乡做文史调查，重建地方记忆。他的老家在金瓜石外围，是繁华褪尽的金瓜石最穷苦的区域。东北季风顺着山谷长驱直入，景况十分凄凉，只得堆起厚厚的安山岩围墙，换得一点温暖安心的感受。最近几年，阿正的努力已见成效，年轻人慢慢回流，像陈大哥这样的耆老贡献自己的知识经验，金瓜石耐人寻味的角落也越来越多了。